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西烟红林。我们现在来寻找一下有没有小竹笋，弄一碗小竹笋来吃。看这里面好多那个竹子，就是没看到笋，没看见新发的。去看看这里面有没有。快点，好多！认不认识？认识吧？我小一个。它就是小竹笋嘛。啊，拔！这里这么多，看到没有？啊？哎呀，怎么拔？就直接拔，哎，就这样拔。等一下用来炒那个吃，还好吃的。你看，那里面好多，看，那里面好多。你这里有一碗喽，哇，这里更多，还没怎么搓，我答应了哈。哇，一下子拔这么多，今天中午可以炒了。你喜欢吃炒鸡蛋还是喜欢炒腊肉？都可以。可以啊，一下子就把这么多。哇，这里还有这么多。可以了，回家了。回家了，今天中午吃竹笋炒肉。我都没拔了，拉了那么多，其实不划算。你看，脸都刮破了。所以我以前在家里，我不喜欢去拔。那上面，那不是有刺，然后又有那个，还有那个蛇，所以我一般我都不去拔这个刺。拔一下，刮得我好痛好痛，这里刮破了，破相了，本来就不好看。不是那样子剥，我教你剥。拉拉，我教你剥这个笋，拿到这里。保了腰啊，不管了。拿到这里，啊，是拿这里啊，就搞定了。这么窄呀？那要剥一下子剥好了，就拿到这里看，拿到这里。啊，保温难，这么快吧？还有天气比较保温。这个笋炒腊肉，炒什么都好吃，还也可以用那个煎那个饼子也好吃。吃过煎饼没有？吃过煎饼了没有？干煎饼。整个煎的饼蛮好吃哦。就这样子，放这上面，用手的，用手，他是把这个，你看，这个放在这上面，看到没有？这样子，好，这边，就出来了，这边。他也拨不来吧？欧拉拉，跟我装起来，今天这只笋我拿去换土要吃去。换到啊？要不要今天中午跟我去？要啊。啊？换得到，绝对有吃，还是正宗的土鸭。今天中午跟我去，啊。
今天来我姐姐家吃饭，我姐姐家在叉腰，呵呵，所以拿这个手来换涂鸦吃，拿来挡住豌豆汤来。嗨，姐回来了，我们剥笋好不好？剥笋，嗯。先把它弄一下，走，叉腰去。应该是泡鸭哈，这也得叫啥？还有剩，就还有这一边。那要不要了？要不谢谢姐。这里面好多那个田螺。好家伙，